发射短程包子的水生蘑菇，我希望能一关就过啊。好的，走你。哇，带了这么多产阳光的植物啊，这是不是有点冲动啊？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硫酸雨，哎呀，这个场面看得我好爽啊，就是很新奇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怎么没有钉耙呀？怎么没有钉耙呀？不科学呀！估计因为是晚上的原因吧。这个钉耙是白天的道具吗？哎呀，这个种在水上的蘑菇啊，第一次玩也是很有感觉啊，很有感觉。最后一路来僵尸了，怎么办呢？好的，这个顶上把它咬坚果。再来个火龙草吧，得了，能不能把它打死啊？好家伙，打不死啊，逗我呢。我去呀，这个自爆僵尸，把我的坚果给炸死了啊。不行呀，我这机枪太慢了啊，300多阳光呢。哎，最后一路的小僵尸能冲过去吗？他冲过去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叫丢车的节奏了呀，厉害了我的哥。哎，丢就丢吧，丢车不丢人。这关就一面旗帜，还怕了不成？对不对？这关不难啊。哎，小兔子开始打人了啊！跳起来呀、啊！这也太萌萌哒了吧！啊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！哦，自爆僵尸来了，真可惜，炸了我两个植物，你一个换我两个，你赚了呀，大哥！跳舞的僵尸。哎呀，也挺烦的啊。好的，这就打完了。这个路灯花又获得一个新植物啊，还好这关比较简单。